但是如果需要放一下，没有放太多，放太多没用。很多那个出道十几年的很有名，不是出道十几年，是已经出名十几年的，是那不是仅供参考，没用。之前就这样，我是中也是这样，我是中也是没效果把它停掉，做了三次没有效果停掉。有点。你要看我们拍的人失望。收敛，收敛。不是说就是申请学校的。啊，如果说其实我说有点想看，放脸书就可以了，脸书的观众也很多。好，他们在等下班啊，等他们下班。他们四点半打卡下班。好可爱，是他抱着他。谢谢家啊。他叫小鲨鱼啊。他的名字叫小鲨鱼。你看爸爸伸开。他叫敲门了。他三四点半，他有看手表。哦，是哦。你光去那边跑一边跑。哎，他直接敲门，到底要来问。他吃饱了，他在下班了。以前妈其实他现在说我要下班了。会不会更苦？你要不要更苦？到时候我那个终点，今天的终点已经够了，我不要再上班，我不要。他说我在这边加班，因为有加班费。我要下班。这一只是金刚王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金刚王。我是馆长。馆长哦，叔叔说他是馆长。我是馆长。哎，旁边有一只小，这个是什么？小 baby 啊。三枪啊。三枪。你说那个旁边的对啊，小 baby 啊。小 baby 啊。你没有看到你在三枪。我带走了，有一只小 baby。不过他吃，那这一只是达达的，哦，不知道，这一只一定是达达，你看他做这样，你要看这个，哦，是谁？这是什么看到？有，我看到了哈。他说真的。他说我是达达。他说我已经会赢了。有的，他说我怎样？他说我已经会赢了。他一定会赢了。哎。他一定会赢的。是哦。为什么？哇，抱歉了，真的。小贝贝啊，等一下，看看，小贝贝出来了，等一下，我看小贝贝有没有出来。嗯。啊，妈妈抱着，你看，这是两只打架。他把这个打龙撒娇，他不是打架。小贝贝，他手上有放一只小贝贝，有没有？他是跟他打龙撒娇，我要抱一抱。他们在打架。没有，你看。
呀、啊，有没有抓那个脚夹？有没有抓那个脚？嗯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还一直爬着。有没有？他拖那么那个手啊，脚夹坐在他。一个大字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嗯。在那里啊。后来录啊。好了，有看到地方了哈、哦。好。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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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好可爱、哦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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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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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这里四点半下。泡出来啦！泡出来啦！嗯。哎，把他抓走了。被抓出去。还得敲门。敲门，该回家了。他说我要下班，然后打卡。他说我十点半。那谁在开门啊？保育员啊。哦。就他们的负责的。那他们就会进去了，就会说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宿舍。你看那边，妈妈，你看，看，你看，这样出来了，好像。你看那边，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。你看妈妈。啊？看到，小心点，大哥，小心点，因为这边是小小朋友。哦，他说他是静电贴纸的。贴在中华面。他是贴这种的，他可以贴重复贴贴这个。哦。小 baby 在脚上有没有？好酷，有没有在他脚上啊、哦？在那里。小的小出来，都有点好友在那边呢。看这个，只是小在那边呢。好友，都有点看到那个小猪猪。看到了。还有一个龙在那边。哦，原来是那个哈龙。看到照片。嗯。